我吃吧。闭眼睛，闭眼睛，闭眼睛。一咬牙呀，一跺脚，滋滋往嘴里跑。他抖得厉害啊！啥事儿没有？好吃啊！好吃，一点味儿没有。嗯、好吃，陆哥。别叫我呀！好吃，这玩意儿真好吃。小陆啊，哥说，你到东北呀，你真是，你得猛一猛。可不行，这个真是有点，太猛了，在嘴里还有点回甘呢。嗯。就是口感有点特殊的。嗯，没有味儿，一点味儿没有。不可能，就一股水儿。甜的。嗯，稍微有点甜。赶紧嘎吧，赶紧嘎吧。这个好大，这大核桃，这咋回事？这是个梨吧？这怎么？那个是两个。这个哦，这是俩呀、啊，这还有双胞胎呀、啊。对，这个的可以动剪子搅。这是蒜儿、啊。嗯。用剪子搅，把这头搅行吗？先。对。这你来一下，大姐，我看我怕把它破坏了，白瞎了。嗯。哎哥。嗯。这开始动了。嗯。又了。看我这个开开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见，里边有俩连体的。嗯，连在一起了。开了，这是没破坏它吧？嗯。这玩意儿不能扔了，是吧？对，这还能卖钱呢。啊，还能卖钱。这做那个蚕丝被吗？啊，这外壳能做蚕丝被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蚕丝被就拿它做的。对呀、啊。等于我家盖的就是这玩意儿啊。是啊。你家有蚕丝被吗？好像有吧。盖的就是这个。对，就它做出来。你家里就有，就在你床上盖的就是这个。你看我都比你快，老舅，你肯定比我快呀。现在很顺，哎，我现在可以，可以了。